这个新北民，新北这个新埔民生站呢，这是要去新北产业园区甲板桥，因为板桥到中和站呢，这站呢，还未修理好，我足久无来坐啦，足久无来坐。无来坐就是，这有第一二台、第二二台，咱的资讯就较无很快速啦。话啊讲啊，你爱行第二二台，去迄、那个新北产业园区。啊，话讲你爱行第一二台到新北产业园区，我你爱看伊的班次啦，班次伊两边拢有走，都单行。单方向行驶，应该是安尼讲啦。所以来新埔民生站一个考验啦，考验讲咱这个捷运什么时阵会修理好。